大家好，欢迎光临我的视频。我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是王美花，来自印度尼西亚，是南通科技职业学院的留学生，电子商务专业。我在中国一年了，我来告诉你我的中国生活是怎么样的。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学校，位于江苏省南通市。这是我的校园图书馆，很大，书也很多。然后我会看看我的宿舍，这是我非常舒适的房间，还有一个学校食堂，有两层楼，提供各种食物。最后是运动场，在那里我遇到了中国学生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本来我不会说中文，现在挺好的，能够与中国人交流给了我很多好处。我能够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，参加朗诵比赛，参观很多公司，参加与中国公司的研讨会，这一切都非常有趣，并且给了我很多经验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喜欢探索我所在城市的好地方，旅行非常方便和安全。我可以乘坐公交车、地铁、邮轮、美团和出租车。不仅和留学生朋友，有时我也和我的中国朋友一起去玩，同时也联系和他们交谈。当然，我们用中文交流，他们很友善和友好，我在这里感到很受欢迎。